我们，我今天呢是第三个人身体的安全，这个第三个叫 body safety， body 就是人的身肉体 safety， 全世界人对这个肉体的损伤非常重要，非常留意，就是好像你报警打911。你可能先打311，他说如果你有警戒室，你快点打911。哎，你打911，它分好几个等级的，有些人叫做 low priority， 就是不紧要的，他根本不回答。如果你这里说有人要杀人了，立刻就来，这是顶级的 priority。首先警察局首先要管理的事就是肉体的安全。如果你说有人在打架，就是要少一点，有人正在要杀人，那是最快的， OK。 所以看见全世界人对肉体受伤害或者被杀害是最最要紧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一次呢，连续我有三次，可能还有第四个人身安全的问题哈。因为我讲魂的安全，魂看不见，打不死。耶稣也说，那能杀你的肉体，不能杀你的魂，不要怕他。魂没有人能够杀，唯有神能够杀。所以耶稣说，那能把你的肉体还有你的魂一起毁灭在地狱里的，你要怕。耶稣这样讲的，马太福音10:28，这些经文我都以为会背，如果你们要查一查我有没有背错。就是，但是世界上的人呢，他根本不管。你说你不信耶稣，你继续犯罪，你的魂要下地狱，永远受痛苦。他说，他不觉得痛，也不觉得痒，他根本不管。啊，有些人呢是只管今天，不管明天。世界上的人呢，可怜就在这里，他只管肉体，不管他的魂。喂，所以今天我们来讲魂肉体的问题。在我这一代啊，哇，如果你们还不知道，我开始算85，我的医师说到82，他怎么算我妈妈在搞。所以我可以说我这一代了，我们香港那里长大的，我是小孩子妈妈带我去香港长大的，有四大罪恶。第一个淫乱，第二个是赌钱，第三是醉酒，第四是吸毒，这是我们香港人的四大罪恶。你们上海不是，你们上海可能有八大罪恶，应该加倍。OK， 不是说你们再或加倍啊，所以人犯罪呢，我们中国香港那边这是四大罪恶，第一是淫乱。第二是赌钱，第三是醉酒，第四是吸毒。好，我们信耶稣人呢，四样都没有的。信耶稣能保持不犯这些恶，也不接近这些恶，远离这些恶。那大家好好的想一想，如果世界上的人，你的社区，你的家庭，你自己远离这四个恶，你的肉体就安全很多了，这个对不对啊？肉体受损害就是因为这些事情，你越近越会受损害，而且越多越深。如果你这四大罪恶你都没有，好像我一样，我一辈子从小到大到处闯，看见人家打架还走上去，你们不要打架，将来我们可能一起打日本，他
他们立刻就放下不打仗了，觉得不好意思。所以我下一次可能要讲他不好意思为什么，这也可能第四讲。OK， 你只要讲对的话，他们立刻停止的，而且又能帮助其他人，也不犯这些恶。你现在可以安静想一想，世界上没有人犯淫乱，没有人赌钱，没有人吸毒，已经少了很多恶，明白 ？OK。这四大罪恶没有人犯，就好很多了。我常常记得，我60年前在香港开始传道的时候，非常成功，人很多。那个最出名流行的杂志也发表我的文章，那就有人来反对。他说：“你们这个信耶稣，圣经的信耶稣，没有我们。”中国人的西游记精彩，你不如传西游记。我很简单，我说我传圣经的真理，可以劝人不吸烟，不醉酒，不赌钱，不犯淫乱，世界能够平安。如果你的西游记更有这个功效，你就应该效法我去传你的西游记。上人恩待我，我从小在香港街边长大，你要逼我上擂台，明白吗？不要空口说大话是 OK， 不要空口说话，要上擂台。我传圣经的道，你传西游记，我们大家比赛，看看谁能够带领更多人不犯这些罪。如果你不做，你就不是人。因为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做，就是因为我不怕恶人的意思。我传圣界真理，全世界人都要来帮忙，不能来搅乱。所以上人恩待我，我传的地方，传到的地方，从来没有人搅乱，因为他知道我会讲这句话。如果是你是正常的人，你要跟我一起来帮助世界上没有人犯罪，没有人受欺负，没有肉体受损伤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联合国是一个大笑话。非常羞耻的大笑话，70多年来，联合国早就应该取消。他们的目的维持世界和平，但是从来不讲正义。这人在发梦，都是笨蛋。全世界没有正义，没有和平，所以联合国每一年9月开会，第一件事情应该讲正义。每一次开会应该讲正义，早上讲正义，中午讲正义，晚上也讲正义，这个世界就和平。这些人笨到这个地步，胡说。所以现在你看到处都战争，联合国有什么用？浪费。 OK。所以我们信耶稣能够不犯这些罪恶，你讲正义不犯这些罪恶，就和平很多了。这里是你要说这个英文 body harms 就受灾害。 OK， 人生少守了这些作恶的事，你的身体就安全很多了。不需要读书，蠢人呢，笨人呢，也知道淫乱对人生有很多伤害。犯淫乱的地方，犯淫乱的人，他的肉体都会受很多的伤害。赌钱，我亲眼看见，上人恩待我，我信了耶稣长大以后，在我面前没有人胆敢说赌钱。信耶稣应该是这样才对的。好像你们在中国长大人没有这个，
我们在香港就知道有人传说毛主席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，中国人喜欢打麻将，对不对？ OK， 毛主席都下命令，你看见有四个人围在那里打麻将，就叫他们一直打，不能停，叫他们一天两天三天不能停，给他们倒水，给他们吃东西，但是叫他们继续打，继续打，你要打麻将就不能停。所以没有人打麻将，他们打到他们没有办法。还有一个人就是你不讲普通话没饭吃，所以我们香港都要学讲普通话，恐怕等一下毛主席来到香港不会讲普通话没饭吃。 OK， 醉酒造成很多伤害，肉体的伤害全天下知道。我常常说我讲的道非常清楚非常简单，笨蛋也听得懂，小孩子都听得懂。醉酒伤害了多少人，吸毒伤害了多少人，我亲眼看见戒毒很辛苦的，要一块 四尺八尺，然后把它好像钉十字架似的，它不是钉，用绳子绑住它，要这样绑住它的脚，绑住手，绑住，这样戒毒啊才会成功。我亲眼看见了，上海有没有试过？这是古代，现在不是这样的。 OK， 我们六十年前看见人家张卫秀有没有看见过四尺绳八尺那些板啊，他又穿几个洞啊，就可以把他手绑起来，那脚绑起来，他大哭大喊，但是不能吸毒，这样戒毒很辛苦。人都信耶稣，世界就少很多罪恶。哦，我刚才讲那个故事还没有讲完，就是我们在那最出名的杂志上面辩论，我说你有胆就传你的西游记，他不回答了。那个主编就告诉我，那主编来告诉我，他不回答了。我说他去搞什么？他走去澳大利亚、澳大利亚那里做生意。我说看着，他不是人。如果他是人，好像我这个人，我知道信耶稣好，我叫所有中国人都要信耶稣啊，行正义，不要犯罪作恶。他知道有好办法，但是办不做。 OK， 我碰见很多，我是不饶人的在这一方面。人都信耶稣，世界就少了好多这样的人，就安全许多了。第二了，世界很多我不明白的事，我真是不明白。第一，为什么有人要犯淫乱？圣经不是明明说吗？你有情欲的需要，你要结婚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，你有肉体情欲的需要，你要结婚。圣经讲的在这里 OK， 为什么要放淫乱 OK， 为什么有人要放淫乱？为什么有人要赌钱？我上一次讲了， 我看见 这位切克他在那里笑啊，再讲一次，重复，我发明的，我开始的。如果有人要叫你赌钱，你说好，我陪你赌钱，但是呢，我输，你把这钱给我，你的钱给我，我赢，你的钱给我。总而言之，我输我赢，你的钱就要给我，就是被到了，你的钱都成了我的钱，我就很高兴，然后你也高兴。因为你赌钱就是想要输，你喜欢赌钱，我陪你赌钱，你得到喜乐，你输了钱你也高兴，所以你得到高兴，你的钱完全变成我的钱，我也高兴，大家都高兴。而且我担保全世界没有人因为我这样赌钱会打人会杀人，没有。
赌钱没有赌债，因为他的钱给我，我就不要了嘛，明白？他也没有钱了吗？我不会追债的。如果他没钱了，我就算他，OK， 我不追债了。他们这样赌钱是谁定的啊？那些啊，要拿来钉十字架，要下地狱，定罪的赌钱，害到全家，有些人害到全家 ，OK。如果你要赌钱，要赌我的方法，我发明比他们都好几千倍。我的办法全世界没有人因为赌钱会打架，也没有人因为赌钱要追债，完全消化，完全没有。我的办法是最好的，全天下没有人能够变，最棒就这里。为什么要赌钱？为什么赌钱会发生欠债？为什么欠了债要追债？圣经说不可以追债，追债要下地狱的。这时候我都不明白，第一，为什么要赌钱？为什么要照他们的方法，不照我的方法？全天下都知道，笨蛋也知道，我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。我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，除掉世界上所有赌钱发生的争吵、发生的灾难、肉体的灾难，永远不会追债，我永远不会打架，也永远没有人因为赌钱杀人。我的方法是全天下最好的，看见吗？以前的人没有智慧，笨蛋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跟他，我的好方法你们不跟，那该下地狱喽。我是这样的传道人，你自己找来的 ，OK？ 什么样的人要追债呢？圣经说不可以追债，有债也不可以追。人家借你的钱，你就不要了。曾经有人问我，这个人有钱啊，但他奉献不多。我们这里有钱人都不奉献的，很奇怪 ，OK？ 他问我。我有亲戚要向我借钱，我说借多少？10万。哇，他可以借10万啊，可以借，他好多钱啊。我说 ，OK， 他以前有没有帮过你忙？有。一个问题，他以前有没有帮过你忙？有。如果你借10万借给他，他不还你。你有没有饭吃？我是很现实的 ，Emily 啊，我是很现实的。如果 David 有钱，要来问我啊，好不好借？我说，那你要借。第一，他以前帮过你；第二，你10万借给他，他不还，你还有饭吃，所以你要借。OK， 我是这个办法教他们。上来恩待我，因为圣经说借出去不要回来了，你自己去查。吸毒吸烟有这样的人吗？很简单，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？谁教你的？这个我不明白，竟然有人教其他人吸烟，自己吸烟还要教人吸烟，竟然有人要卖烟，这个我也不明白，我也不追求明白 ，OK， 我不需要，我只是问问题。有很多时候呢，我问的问题还会气死人 ，OK， 但是我问题呢是真的问题。为什么我们人好好的要吸烟？我很欣赏有一个医师。他在诊所门口写着 ：“If you smoke, do not exhale。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如果你吸烟，请你不要吹出来，把烟吸在里面，不要呼出来。他有个好办法，吸进去不要放出来。
所有烟雾你都自己收在肺里面去，不要走漏，那是最好的方法，不要浪费。哇，我一辈子都记得，我还会背英文的咯。If you smoke, do not exhale， 不要吹出来。记得，如果有人吸烟，叫他不要吹出来，他可能会死哦，吸进去吹不出来。啊，我有很多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人要吸烟？是谁发明的？还有吸毒，是谁发明的？全世界都不吸烟，我们身体就健康，还有二手烟害得更厉害。我看见有人拉着小孩子，然后一边吸烟，我就想走上去问，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呢？为什么有人要吸烟？要伤害自己，要伤害别人，为什么不来跟我一起传道？哎，你们会唱歌的啊，你们会唱歌，全世界看见帮忙来了，帮我传道不好吗？为什么要去吸烟呢？吸烟不要钱吗？啊，吸烟有钱赚吗？啊，这个世界还有二手烟害的通常是自己家里的人。为什么有人要吸毒？毒哪里来的？是谁搞出来的？上帝创造的人不应该搞这些。问题很多，我又有问不完。这些罪恶的事，伤害身体的事。第四啊，第三啊，没有人犯这个四大罪恶。我亲眼看见信耶稣的人，一个群体，他们有一个大的范围，没有人吸烟，没有人醉酒，从来没有听过他们打架。上来恩待我，我在街边玩那个玻璃碗的时候，有人拍我肩膀，小孩子啊，要不要来读书？很简单，我妈妈没钱。他说我们这里是神学院，我们一般学生开始两班，你愿意来吗？我说不要钱的，那我来了，我一有机会读书我就拼命读书。我在那里读了16年，教2年数学，准用老师，不是检定老师，我们准用，检定是要经过训练，我们是因为你的数学好，所以他准用。所以在那个地方18年，所有他们图书馆的书我都要读。我是先做完功课才去玩的。记得全世界学生，我这几天昨天听到一个黑人竞选演讲，他讲的都是我要讲的，我听得很欣赏，我还赶快给我太太去看，哇，这个黑人竞选这么讲，我们美国每一个人勤力工作就有饭吃，哇，这话不是我讲的吗？他讲错了，他是黑人哦。如果你是一个男人，叫一个女人生孩子，你要负责养，不是国家养。嘿，看这里，黑人哦。现在很多美国这里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很新鲜啊，黑人哦。你胆敢叫女孩子生孩子，你就养，你不能叫国家养，你要自己养。你要胆生孩子，你就要自己养。哇，我就看什么时候给人家谋杀。
我想，好多啊，很厉害啊，所以我就很欣赏。美国开始有这种人，真是一个好现象。全世界都应该有人每天讲这个话：你胆敢叫女人生孩子，你就要负这样，不能叫国家养。 全世界的孩子都是爸爸养，美国的慈善事业就少很多钱，哇，非常好！我亲眼看见一个范围里面，我在那18年没有听过一个吵架打架，所以我觉得。 信耶稣非常好，我回到家，穷人区的地方，他们已经穷了，忙着做工赚钱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他们还有气力吵架？啊，我也不明白，你气力做工都来不及了，还有时间吵架，啊！ 我听不懂啊，OK， 我亲眼看见两个不同的世界，我选择信耶稣，而且我要帮助所有我这边的人都要信耶稣，亲眼看见信耶稣的人皆大欢喜。OK， 他们有一个范围，后来他们拿我们一共有20个小孩子。 他们开始2班，在2个车库里面，后来发展几千人，好，工作很大，很好，所以我要信耶稣。全世界听清楚，信耶稣的人没有这些罪恶。我们要传福音，叫所有的人都信耶稣，不犯这些罪恶，我们就少很多麻烦，我们肉体就很多了很多平安。 我们帮助许多人信仰耶稣，天天都梦想，全世界人都信耶稣，特别是连河口那边的人，信耶稣讲正义，世界就有和平。这些笨蛋70年都不知道，啊，所以这个国家领袖啊来这里演讲啊 ，OK， 都有问题的，没有就没有战争，没有伤害肉体的事了。 所以今天是身体、肉体平安的第三个，信耶稣有心理作用，他们以为这是一个耻笑的，耻笑你，因为信耶稣是个心理作用。OK， 对的，有人耻笑信耶稣只是心理作用。 这个心理作用很有功效，没错。信耶稣有很大的心理作用，它是嗤笑，但是呢是对的，就是有这个心理作用。我就是因为信耶稣，有这种的志气，有这种的方法，帮助所有的人，不要赌钱，不要淫乱，不要吸毒，不要打架。 大家好好的生活不好吗？为什么增加这些事情呢？因为 信耶稣有很大的心理作用，这也是圣经所教的，就是刚才朱弟兄读的那些经文。按照我里面的人的意思，这里我特别把它 underline 下来。人啊，要记得人，给大家，我刚才说，有人发明赌钱吗？ 有人发明吸毒吗？有人发明要吸烟吗？为什么不发明一起来传道，一起来信耶稣，叫人不要犯罪，不要打架，大家倾力忠固，好像这个竞选的黑人，在美国努力工作，我也看见很多努力工作。不过呢，我们也有中国人太努力，你们要小心啊，特别是餐馆里面的。 厨师
我亲眼看见一两个雌狮，因为它太辛苦死掉，钱赚到死掉了，对吧？太辛苦，因为以前我们做了很多孩子的好的事情，所以有很多父母啊，一看见我去那边，有那个厨师出来看见我在那边吃饭，他就赶快进去，一点我喜欢吃的牛筋，我的脚很好，可能因为我吃牛筋很多，里面煮一点牛筋出来放在我台上，这种不要钱的。OK， 但是呢，不久就听见他过去了，太辛苦，有饭吃就行了，不要太辛苦。你们记得吗？王先生记得，不要太辛苦啊。啊，唐先生记得，我后面有王弟兄，不要太辛苦啊，王弟兄记得。OK， 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圣经的真理。圣经的真理所有人都喜欢的，喜欢听，可能不喜欢行，听听也好啊。 OK， 我们人记得我常常讲人，人里面那个人，人里面那个人是什么你知道吗？魂。对了，喜欢圣经教训，你既然喜欢就继续下去。所以我上次问了，这小人很快，他们知道我们这里是正规依照圣经，他去的那个地方呢不是正规依照圣经，那为什么他继续去那里？我们这个可爱的小人他说赚钱。 Emily 还记不记得他这个话讲出来啊？你还记得吗？啊，这个我也不明白，组织教会赚什么钱啊？碰到组织教会都亏钱亏本了吗？组织教会可以赚钱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样一冲口出来。这个我也是，我说我很多不明白。 OK， 教会都是亏本，亏的好多了，都是亏本的，都需要有人捐钱的。我为什么三十几年，1988年能够去中国一个月？其实那一年呢，我去了两个月，4月、5月，还有10月、11月两个月。你知道我去中国，1988年去中国一个月花多少美金吗？15000。这钱哪里来的？有人喜欢帮助我传道，他们出了钱，他们还要会给我买更大的房子，但是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的房子我可以下大雪30寸，你还没有试过吗？30寸的，我们这里试过30寸的大雪，我可以走路来这里，可能要走2个小时，30寸的，因为走一步退半步，所以可能走2个小时，我要走路也要来教会，明白是吗？所以我不要，需要钱的。 OK， 我开始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发现我要去上班的。我在 Manpower 那里啊，人力中心那里上班3年8个月，然后他们发现我喜欢传道，他们那一班有钱，我们负责你所有需要，连保险在内， OK， 还有你的费用我们完全包办，你专门传道， OK， 需要有钱的吗？怎么他们可以赚钱呢？我这样有机会告诉我啊，组织教会总赚钱，这个世界OK， 但我觉得肢体里面有罪，看见吗？所以你的魂不能发挥作用。当然这心里面的交战，心理作用把我掳去，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，被诱惑了，失败了，去犯罪了，离开圣经了。 OK，
但是呢，我们读圣经、信耶稣，有这个心理作用，可以坚持不做拒绝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取死的身体？感谢神，靠着信耶稣，看见在这里了。靠着信耶稣，你以为我是圣人吗？我也喜欢打架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喜欢开枪的人 ，OK， 什么枪我都要会开呢，完全记得短枪要这样，长枪要顶着这里，我就知道了 ，OK。感谢神，信耶稣就可以，就是你可以说是心理作用。我这个心理作用60多年还在这里传道，希望我们全世界人都能够要好像我们这样信耶稣，没有犯罪的事，肉体就安全。结论了，潜意识只是记得非常重要，每个人都有的，是神特别给我们的。你要留意你的环境，你要留意周围的人的脸色。我记得我为什么我就在担心你住在那里，这里住在那里。我跟你看见周围的人的脸色、行动、衣着，还有这个环境，你走进去，哎，有个感觉的。OK， 我帮助我大女儿选了一个地方，他们听我劝，在那里自己建房子。OK。住得很好，到郊区到那一到这，嘿，这里好，喂，一到这儿到这里，哎，这里不行，每个人有的，教授啊，你也有的，到一个地方你觉得安全，到一个地方你觉得不安全，要留意，你的这个第六感感觉，你的魂里面会警觉，还有你的灵会帮助你。常常有的 ，OK， 所以你要小心，要留意，留意所处的环境，还有人的脸色、形状。第六感就很奇妙，神所赐的，出生就有，每个人都有的。只是你有这种发生的时候，就要留意，赶快离开。特别是你们女孩子，记得你发现不对路，赶快离开。人生遇到有危险，突然有警觉指示。我也有的，我也有地方不去的。你不要以为我也什么地方都不去。有时候我有一次去爬山迷失路，那里叫大熊山，有熊的，我真的看见过熊的，好大个！你碰到个大熊你怎么办？你抹它的臂吧 ，OK， 跟它亲热一下，吓跑它 ，OK。所以圣经有指示，什么样的人你要保持离开，什么样的环境你不要去，圣经有的。还有就算传道也有要去不要去的地方，圣经常有启示使徒行传里面好多地方圣灵不要他们去，保罗预备要去那里，圣灵说不好，不要去那里去，他怎么知道呢？我跟上帝恩待我，特别我去中国也是，有些地方我不去的。OK， 我今年85了，见过很多人，也去过好多地方，还活着。那这里证明什么？张弟兄，证明什么？上帝保护我，明白吗？我到处喘，还在这里。好活着，四肢还能不能动 ？OK， 好活着是神的恩典保守。若你觉得好，跟着我一起来信耶稣；觉得不好，那也自便了，你搞你的喽。但我觉得这个很好，我们都是大家叫做正规依照圣经。现在学习讲这句话：正规依照圣经。去过好多地方，见过好多人，我也睡过一个，在一个客人一个地方，有人请我们在他家里去过夜，我的枕头下面有一把枪，
是银的 ，OK， 白色银的枪，很贵的枪。上来恩待我，我也去过地方，他们能够每一个小时做不同的点心给我吃。我也坐在鸡栏那边一起，你知道吗？养鸡的地方啊，跟他一起读圣经，我还活着。这是一个好的见证，愿神赐福保守各位。是的，要正规的依照圣经信耶稣。请低头，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。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，今天我们唱的歌，也知道我们的平安是神所赐，也神所安排保护。求天父继续的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。我们特别感谢神，过去三年多来，特别是病毒流行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每一个人都蒙你的保守。求天父继续保守我们，有这种的心理作用，我也坚定的信心，跟随主耶稣，依照圣经的话来生活。求天父继续的看顾我们，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记得今天下午啊，要回。